法兰克，快接电话！很抱歉，法兰克现在没办法接，他正忙着处理两个知道他钻石下落的混混。让我们私下聊如何？如你所知，这件事至关重大，对你来说是这样。所以非要我弄脏自己的手吗？还是你们有人想要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冷静一点，我才正要开始玩焊枪呢。你疯了，米奇！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？法兰克，等我烧烂他们眼睛之后，就是黑暗时代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米奇，把那东西拿开！不，法兰克，那个警报，那个该死的警报！你将法国老东尼在铲除党羽。你说什么？法国老东尼？法国老东尼是该死的告密者。你知道我们这里是怎么对付告密者？省省你那套说辞吧，法兰克，我受够你暗中耍我了。你设计我们，你完了。吃吧，别听他的，他是个奸诈的人，杀了他！你还在等什么？杀了他！我受够这些鸟事了，而且我也不想陪你们玩了。